恐怖女友情逼婚，男子吓到急出家，把我学弟的 Facebook email 账号就管控在他那边，约大家一起去法鼓山，突然就跟我的学弟讲说，如果你今天出家，我就不逼你跟我结婚。好，我出家了，真的。对，在一个场合，我就逼你说，你一定要给我决定，到底今天要不要娶我。这甚至可能构成强制罪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44频道，振振有词。